当我的嘞，耶耶当耶耶，毛多拿了色。啊，再见，你真的太白痴了吧？他不是墨囊，就说明墨囊不是墨囊。我前面有两只，前面有两只，为什么？我们后面有两只，两只哪里？干嘛？我们两个以外出现的人，那个这边头，那个哦，后面那个谁是谁？木木吗？那看见枪头啊，不能头狼，不能头狼，不能头狼啊，不能头狼，不能头狼吗？那我觉得是诺伊，不是我，为什么不是你？怨灵还没走哎，怨灵还没走啊？我刚说我是忍者啊，我刚换了啊，我刚不是说了吗？哈，哎呀，因为我刚刚是，你叫我票的啊。啊，因为我们怨灵还没走啊。啊，真的吗？我们怨灵走了吗？还是他继续？怨灵还没走。怨灵为什么啊？为什么是怨灵？因为现在我们讲很多次了，怨灵还没走，那最热烈想要投就是你跟都比。哦，我是人鱼啊，我刚唱过歌。那录音停下来了。但是他没有收票啊，他最后还是没收票啊。有啊，他有收啊。收吗？我说阿喵也可以放个技能吗？阿喵也可以放个技能吗？啊，西亚，我可以，西亚有鬼耶！我刚放了，哎，你躲在我背后。另外一个，你的原本的，我不要看这个。我的守卫，我干。啊，那你守卫一下。你是咋玩的都？是吗？确定？我在我背后，刚刚在我背后的右边。你刚刚有用暂停？咋玩的都？他现在是100格。嗯，所以刚好看到戈壁往下，最远还是有可能被影响。然后在我后面，有，所以那应该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因为没有预言家的话，那就只能就我是猫火龙，哎，你好像加了两个鬼哦、喔，他就是飘飘看啊。怎么说？下一个票谁？是比特啦，就绿比特啊，就票绿比特、啊，就走了吧。幸好我刚刚抽到的是那个假装成狼。如果怨灵就是他很深，那也没办法。那绿比特有什么想法吗？啊，这里，哎 ，sorry， 抽到了。我吗？还是你有看到怨灵？你可以现在讲啊。等一下，有个人投完票就跑了。他是怨灵，杜比是怨灵。我不是啦，我是人鱼。哎，对，杜比感觉你活太久了。不是，你死不下来，你要打我吗？没有，我刚刚有打他。不是，我真的是人鱼，我真的是人鱼。没有，他刚刚是拿到人鱼的技能，因为我打他杀不死。没有，真的，我已经投了。你们会后悔的，一下，我真的是人，我真的是人。你们先收回，真的给我一个。随便，杰克，我们就看一个投一个啦，杰克。我不想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，真的啦，我真的是人鱼，我知道听起来很可疑，可是对，他是人鱼没错，啊，真的是诺因，啊，太想赢了，听起来是很可疑，是不是？但瑞比特，你刚刚那个杜比，你应该直接刀的，对，因为我刚刚穿装了，我刚刚有，我刚刚在我，可是他不能刀，因为你没有刀他，你只是经过他，哎，我把第一刀留给你。耶！我会想说是我自己过的。木木忍术记得用啊，木木忍术很强。好，让我认真讲。用忍术就高歌离席。好。但诺伊，你刚刚有点会被怀疑，你感觉其实你刚直走直接跑掉，说不定有机会跑掉。可是因为他们怀疑我啊，可是我确实有用忍术啊，我也有那个啊，我也是听都比的啊。我因为有时候在混乱，他们可能就不信你，但你刚刚有机会跑掉，我感觉你是有机会了，因为你那边跳过，你直接打直，然后跳过白天，有机会逃掉。他们已经你要连续两天你是忍者的话，你要两天都有用到忍术啊。可是我那时候都有喊啊。我都有喊啊，刚好怀疑到了，对，没办法，再接再厉，事实他们也的感觉也是对的，直觉对啦，直觉，我要再跟你一起走吗？莫娜，你好危险，怕的直觉，事情不会重复那么多次吧？为什么要快进呢？快一下，第一天，看一下 AI 叫什么名字？蘑菇，哈基，你在干嘛？巧克力大好人，我保他。我如果数就是哈基。这里是洞。哦，可以这样哦。
啊、如果有那个盗贼跟血月就不要了，不要用了。嗯嗯、稍微禁止一下，我觉得那个好过分，要用在我身上啊！巧克力好人，彦明正身，巧克力好人，我也是好人。你干嘛打我？巧克力好人，就比他打巧克力。我也是好人啊，好人不能往内户打、啊。哎、欸，我有不来往内户打免费、啊。你们可以查我的脸，三千万，婉婉裂开来了，哎，我什么？又来什么东西啊？在玩什么？怎么又有我？我用人盾，我用人盾，我直接盾，我直接盾，我害怕了。巴黎巴，巴黎巴黎巴，巴黎巴黎。来啊，你这个我这个位置那么猛啊！杀我，我就跟你决斗。你是真的，哎，你是真的。我有两把枪，哎。决斗，我也可以决斗哦。我已经唱完歌了，不要吃我吧。没想到奇怪，为什么没有额外技能？哦，我随机技能也是猎枪。我也可以决斗，你可以把给我。那可以带两个人吗？我不知道、欸，但我两把系统了。对，我刚刚全部都指向阿喵。什么意思？我刚刚唱完一轮上去，还被指出。嗯，然后指指个杜比奥了。我去后面就有一只狼啊，我得再换啊。刚刚换到我头皮。木木，你刚刚那个很位置很好哎、欸。后面。我吗？这个是 AI。其实不用掉下去，我说木木。AI 蘑菇。刚刚在树叶上那边还不错。欸巧克力是好人，第一天查过了。好啦，巧克力是好人。哎、欸，我刚刚木木这边上面，木木因为 ISL 住在附近，所以我知道。是时候展现你的真正的技术了，跑酷实力了。我想到一个乱源玩法，那个压力板，压力板，压力板。你想做什么？外面压力板。欸、对，我票，我到其中一个村民收票，然后跳过时间。嗯大家就会很慌张了，完了我差血月了。不比我倒，你会倒哦，兄弟。为什么要打我？哎，那个瑞比特很奇怪。没有了，他一直在打人。我就打巧克力。有人被追可以喊一下啊、哦！我有打瓦鲁多。等一下哦。那我要改指你了，你完了。哎，我也有猎枪哦，我也有指你哦。为什么你？那我们那个和好，我们一起指杜比好不好？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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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，我的第二个技能呢？微微笑。那个是往左边走对吧？哎，弄一只狼，我看到你脱妆了。为什么？你在哪里啊？我在你上面，我被随机传送到更上面。哎、欸，我被投了哎、欸，那什么怪什么蘑菇？干嘛啦？哎呦，好难玩了这游戏。没事啊，有很多人，没事，很多人一票。诺英跟孟娜。你谁啊？我找投谁？哎，杰哥快跑！因为我被 AI 乱投啦，啊，我就是一定要投一个啊，我怕他把我票出去，很奇怪，哇，这个分票感觉啊，屁啦，啊，哦，梦到，嗯，那也是，没办法吗？好，没有没有，刚刚有人收票了，变全部一了，全一，傻瓜鲁的，我可以当杰克，快跑，没事，我自己可以走，我也举枪你喽。嗯、我要偷说一个秘密。嗯，你说，这个比特应该是狼哦。啊、欸那個、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刚刚也换了。欸、阿乔、啊，救命！我，哎、欸，我用过了，我没办法救了。不用救命了。我有举一个那个了，我尽力了。到发现这里我能走。哎、欸。毒药不是立刻死啊？嗯、不是，白天哇，你毒谁、哦？那狼好可爱、啊。那拜拜。哎、欸，你跟谁说拜拜？希望是杰克，我倒你也会倒。我想不到，我们还有怨灵哦。吹啊！会是谁？杰克，木木睡前。哇！
哇，来狼拿毒药好鬼哦，好鬼哦。那还是有可能有怨灵哦，你们其他人有什么？阿喵是什么？人鱼，我是人鱼。你有唱过歌吗？我唱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刚刚被追啊。蘑菇，你是什么？蘑菇？啊，我觉得是他。你不要他，要生气了。下陆地蛮鬼的。为什么？还是下陆地？我也有。好，那我们就跳过时间。这是蘑菇的职业。我是忍者啦。对啊。好了，那就二二好了。下陆地你是谁？我是忍者。哎，哈基想爬上来哦。可以那个预言家查根跟都比。我是好人啦，因为我刚刚已经把坏职业换给别人了。你可以说几个给？那你换一个谁？我刚刚有说瑞比特啊，瑞比特。我刚刚有说伊芙拉乱讲呀，不要再查巧克力了，怎么又换的？好笑哦，超混乱。有看到狼吗？真的，我大超级大狼。那个在那个摩天轮上面啊，他把 SL 给刀了。太好了！我哇，诺伊，我觉得，但我被诅咒了，是不是又是你啊，喵？不是我啦，我就是神意大利啦。不是有人诅咒我啊？你有可能随机技能诅咒我啊？不然谁诅咒我的？你问一下对面啊！你问我干嘛？巧克力大好人，救命！有人在追我。解冻就只有你。解药？谁有解药？救命！毒比，你们解药？我没有，都我下毒。毒比就是哦哦 ，Oh no， 都没有人谈呢、啊。最后是怎么了？瑞比特被毒死？没有被毒，我毒他。然后猎枪毒比，然后毒比猎枪我，我的那个阿喵。我刚刚其实在瑞比特后面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哦，我跟他好近哦。毒比，你抢我干嘛？你为什么意思，毒比？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是撒毒药在那个狼身上。你撒毒药在那个瑞比特，然后你猎枪我，你猎你有架过，你有架过，曾经架枪过，真的吗？那就代表很可怕，只要你曾经获得到，然后你枪过一个人，对啊，你就是不能换了，你就永远跟绑死。对，你如果没有再拿到，你就是永远枪着他。杜比，你干嘛？够混蛋才好玩啊！我以为我好玩。所以狼能拿到猎枪其实蛮强的，就等于变成黑狼王。而且好人拿到也不一定好，因为会有这种混乱的四个乱指一通，直接倒四个。西亚开心获胜，嘿嘿，开开心心啊！然后这配对竟然是蘑菇配的，啊！来，我们看看最后啊。6655，阿基，我们今天那个木木新来就有两胜，木木跟你讲，这两胜他是要你的阵营获胜，并且你要活着，这个要求就是比较难。有时候你其实阵营是获胜，可是你没活，那就不算。所以哈基就是他阵营都没有获胜，也都没有好好活，都没有活着，所以哈基。老屁屁，今天80%都是哈基，不用写新的，我帮他拿，因为他让我们实在是太开心了。我们的快乐源自于哈基，真的，因为你成全了我们。哈基今天真是衰到爆，现在只有换账号来，我再买个新账号。我觉得可能还是秀秀比较好。笑死！那个阿基跟你讲哦，说不定那个 AI 可能都比你赢得多。确实，好难过，超过分了。我要看一下记录有没有 AI 赢过。阿基 QQ 辛苦大家了，辛苦呀！下次再努力。阿基去再干一下啦。好啦，表示大家觉得我们这一次的 AI 狼人杀时间如何呢？啊，新的 AI
真的好玩，我觉得现在这样的改动很棒，就是有没有被票他们才票的，被、跳过白天他们才跟着跳，这样就比较合理。对，好玩好玩。那当然 AI 其实我们这人多开 AI 感觉上对狼比较不公平的，因为如果 AI 是狼的话那就蛮好抓的，可是同样 也不一定，因为 AI 如果都是好人对不对，三个狼都是玩家那也是蛮猛的。但是阿纪今天就是我们的笑话冠军耶，也希望大家还会喜欢我们的麦块狼人杀时间啦，我们下次再会，大家拜拜。